行，就这个你学得上来吗？这舞蹈我编的。这舞蹈我编的。这舞蹈您编的？我编的。就这个？我新鲜，我跳比你好，知道不知道？这能学会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把握吧。但我一跳。不是，再一您这造型也不行啊。造型？您这造型也不行，您这还半个小时呢，这还。不是半个小时，您这穿太老气了啊！穿太老气，我这靠啥的？我给您出一主意吧，您去那个蘑菇街上边找那个主播，他们会搭配特别好。哎，你搭配，人家主播搭配好了，你去一挑就行了嘛。不是，那现在你给我挑去，我给你挑，你等着呀，你得等9月19日啊，秋季款。哎，一上来，新款呢，一上来人都搭配好了，您哪天您去逛逛去，不就完了吗？不，我现在已经等不到9月19日了。等不了了，我现在就想跳这叫弯过去。对，不，我得跳啊！你现在就咱还有别衣服没有了？我给你捯饬，行不成？行，你捯饬，你等我会儿啊。这个，我其实这玩意儿我也能跳，我从3岁，我就跳舞，幼儿园我是舞蹈课代表，那时候兴趣班我妈就给我。我也找不着什么时尚的衣服，你说大褂外边穿这行吗？就你妈的衣服吧，这是。你听着像骂街呢，这我就是直接穿了啊，您套上试试。行，图快的就也行，你把这个卡上，有没有点偶像男子？没问题吧？还是有点像骑马那状态是吧？您还是得先来这个，还先来哪个？跳舞啊！我来跳舞啊！我来跳舞啊！我还系扣吗？你看这实在不怎么样，您就别系扣了。别系扣了，系扣干嘛呀？哦，行，我来一个，成吗？行，那我就献丑了啊！看您学没学会啊？我是先迈左腿，先迈右腿啊？您先迈这腿啊？行，您先迈这腿、啊。行，好嘞，好嘞，来了啊！哎，音乐老师，准备。他算豁出去了。哎，行，怎么样？音乐停，怎么样？人家你别跳了，咱就德云男团，你也街边要饭去吧你。完了。